景宇恒，来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景宇恒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手，手放松，手放松，趴下。39岁杀人未遂嫌犯景玉红19日脱逃，在北台湾逃亡4天，引起民众恐慌。景玉红身无分文，在台北时曾找临时工想赚钱却失败，因此使用假名简姓洪应真，逃到新北市打工。22日晚间7:30，景玉红在新庄双凤路宿舍准备外出到垃圾时，被埋伏警力逮捕落网。据悉，简男于21日、22日在新庄、林口做工地粗工2天，一天1400元，但还没领到钱就被抓了。稍早最新画面也曝光，在全台通缉的情况下，简玉红心中似乎仍有挂念。他在20日中午曾现身新庄地藏庵拜拜之教，只见他双手合十，虔诚地向神明祈愿。尽管不知道他所求何事，但简玉红迟迟直不出圣脚，似乎已经预示他即将落网的结局。简男落网时坦承，他因案要被关5年，加上强制治疗要3年，一共是8年，但他认为自己不是有问题的人，受不了医院环境，所以才选择逃脱。